钱是最近到的。什么意思啊？白痴死了！有穿衣服被偷拍觉得好笑，穿衣服被拍到裸照，尾鱼决定提告，撞见的好姐妹顾婉瑜。只是警方原定今天早上11点传唤尾鱼到案说明，他却临时委托律师请假。没说明缺席原因，何时再做笔录，尾鱼还要找律师讨论。姐妹情会破灭，要讲回今年3月，两人到柏流出外景，尾鱼和郭婉允借平板，却意外发现自己的露点裸照。更让他傻眼的是，这些照片不仅上传云端，郭婉允还传给男友欣赏。关于说绝非恶意，但尾鱼心碎了无痕，闺蜜情谊就此了断，从今以后法院说了算。土巴东信新北报道。马上即时就有新闻了啦。哦，哎呀，你看这个照片拍得多好啦。哎呦，什么你看不到？你现在没有办法看到即时，你看不到，你看不到。加入好评友会员，只要用脸书或是 Google 账号就能一键注册，也可以用电话或 email 注册，限时免费。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。